卫队长，到带总统撤离。是。副官长，到你一手铁闸罩门。是。徐参谋，到你一手铁闸副门。是。陈竹奇，等敌人走近了，再开火。那场戏恰恰是庆云的华彩部分，他那种高雅的那种教养啊，来构成了他整个人的气质。他是从小到长大。 他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他说话都是平易近人，都是轻言细语。然而就在那一天拍案而起，甚至命令卫士们把孙权架走。孙权大吃一惊，没见过宋庆龄是这样的。中国可以没有我宋庆龄，但是绝不能没有你孙文。